Are you Chinese? 原来都是中国人。哎，既然大家都是中国人，你说平时一个人在家吃面多寂寞多孤单啊，不如我们一起成立一个中国留学生会组织，这样大家可以一起吃面，然后以后也可以相互帮助个啥的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我看行。感谢大家参加 CCC 的建成仪式，我是会长张建国。那么下面我们开始点名，副会长王栋梁，副会长王栋梁到，会员李爱华，李爱华到。今天呢，组织也给我们准备了丰盛的晚餐。那么下面我们开始享用。哇，荷包蛋！谢谢会长，好久没有吃荷包蛋了。把醋给我递一下。CSSN 给你温暖，给你爱，给你温暖，给你爱，给你温暖，给你爱。同学，请跳到加入中国学生会。学生会，请问我可以加入吗？当然可以。我也中国人，我也要。来，都有饭，大家都有饭啊。哎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我们的经费就这么一点点。哎，所以大家今天晚饭只能将就一下。好，现在大家开始分面吧。会长啊，这没蛋也就算了，这面也这么点儿。哎，小同志，组织的困难你也看到了，但是我们要团结一致，这样我们就能共度难关。既然我们是中国留学生组织，同胞们一定会支持我们的。有道理。会长，你看，慌什么？淡定，天塌下来有我给你们顶着。会长，你看，咱们摊上大事了。发生了什么？易江蓝同意给我们赞助了。哇，那我们岂不是又有荷包蛋吃了？ CSSN 给你温暖，给你爱啊！祝你